那为什么要学回圈？回圈的话，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一样的部分跟不一样的部分分离出来，然后将来的话呢，把不一样的部分呢用变数，有没有加个变数，让它去改变，有没有去变化那些，包含哪一些哦？各位可以看到，你会发现这里面等于有点像是哦一样的部分啊，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乘一等于一，一乘二等于二，哎，那你会发现呢哈。它一样的部分呢，一定就是那个什么乘跟等号，然后后面的话会多一个什么，多一个那个等于是叫做 Word 里面叫定位点，它实际上就有个 tab 啦，有没有？有点像缩排，我们按 tab 哈。那也就是其实甚至一直到多少呢？一乘九等于九，哎，其实都一样，甚至九九八十也是一样。OK 哈，那也就是说呢，这有点像一个工厂里面，你只要把模具做出来，剩下它就自动全部帮你跑出来了。那只是说你要把规则，哎，所以第一个一样的部分，我刚刚讲乘号跟等号，那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呢，一乘一等于一，再来就一乘二等于二，哎，它有个规则性哦。那只是说呢，哈，当然我们刚开始在撰写这个程式，你会发现哦，我们实际上哦，可以不用一口气哦。全部把那个就是一到九列哈，全部写完。也许如果你刚开始啦，程式比较困难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写一个，先把一个回圈先跑出来之后，再去怎么样呢？再去跑下一个回圈。那也就是说，第一个你先，我们第一个哈，我希望呢，先跑出什么呢？跑出第一列的结果就好了。底下这一些什么二到九列哈，这些可以先不用看。哎，所以如果今天呢，假设呢，我希望哦，给各位一个练习，就是第一阶段是先把第一列输出的话，那我程式该如何撰写？那当然第一个一样按右键哦，我们先把那个这边加一个什么，一样哦 ，new 一个，在 src 上面按右键，然后 new 一个这个 other 哈，然后这边打一个在 module 里面，也许我们给一个名称吧哈，这边九九乘八表。OK 哈，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打一个99乘法表了。OK 啊，假设好，然后可以按一个 finish， 然后呢 ，template 的话呢，我就把它空的，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哈，哎，就是什么，我第一步哦，特别重要，我们不用野心那么大，我只要产生什么，产生第一列就好，一乘一等于一，一个 tab， 然后一直到一乘九等于九啊，你会发现哦。它一样的部分一定是一乘，后面不一样就是这个一跟后面的结果。OK， 哎，那这个乘的结，你会发现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所以啊、哦，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一个什么呢？先打一个哈、哦，用回圈。所以啊、哦，我们先输出之前，你其实可以什么，先 print 什么 ，print 那个我要的结果，那个结果的话就是一乘上我要变的东西，哎。当然你不可能一乘一等于一这样的输出啦，那如果下一个你要再 print 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哈、哦，理论上呢，我们可以怎么？主要这个跟后面这个变数会改变，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先在上面打一个 for 回圈 ，for i， 哎，不过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将来会有列跟就是栏的概念，所以呢，这里哈、哦，我会先多增加一个 j 的回圈 ，for j。in 怎么了 ？in range。OK， 那我要的那个值哦，哎，我跟他讲说，哎，你帮我产生一到九，所以一逗点多少？十。OK， 然后冒号。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让他怎么 print？ 哎 ，print 什么 ？print 这个一乘，哎，后面的话要串接嘛，所以串接加上什么呢？把 j 放进来，有没有？所以乘上啊，记得要转型 string， 好，然后加一个 j。那这个时候，当然你 print 的话呢，在一乘上有没有？它会追的值呢？它会先一嘛，一乘上一，哎，它后面记得再串接，串接什么？串接等于什么呢？等于再串接把追这个值有没有？再把它放到后面 ，OK， 好、哦。那记得呢，后面再串一个什么？因为我要一个 tab 键 ，tab 的话特别重要 ，tab 键哦，就是在那个。Python 里面呢，记得、哦、我们在好像第一堂课有讲拖曳资源里面嘛，反斜线对吧？反斜线 T， 用这个反斜线 T 哈、哦、来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你要一个 tab 键。
OK， 那反斜线 N 就 Enter 嘛，我前面有讲过哦，换行嘛。OK， 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哦，我们就已经把这个结果先第一阶段先已经做出来。只是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执行结果会怎么样呢？执行 OK run 一下，那它结果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说呢，因为呢 print 本身哈、哦、会有换行，所以最后记得加什么，把那个换行拿掉，还记得吧？逗点什么呢？ E N D 等于什么？没有。OK， 好，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把那个换行帮我拿掉哦，然后意思就把我串在一起。哎，执行，各位可以发现哦，第一阶段我们就完成了。嗯，有没有？一乘上一，哎，等于一，哎，有没有？然后呢，就整个第一例 OK 了。那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就要思考什么？哎，那如果我要再让它往下，再来二，再来一直到九的话。 底下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在 Enter， 不，在这个之前呢、啊，其实可以在 For J 的回圈上面呢，多加一个 For I 的回圈。OK 哦，那当然要变哪些地方？我想请各位先第一阶段好了，先请各位先把那个一乘上一等于一到一乘上九等于九啊这个部分先完成，然后并且思考一下，哎，如果今天希望哦，它也可以往下放的话。 哎，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是最简单的？哦，当然呢，这个地方哦，你不要，就是有可能有同学说，哦，老师，我会一个方法，如果二的话了哈，那你不会傻傻的就把一样 for j， 然后可是底下的话就把这个一改成二嘛，有没有？然后一改二，好不好？哎，这样输出可不可以？可是不对啊，二，然后这底下可能要什么？再把这个二加上乘上二。 这个再乘上二，好，然后再把它输出，有没有？二接到后面的，有出来了。可是问题哦，如果我不是要接到后面的话，那你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多加一个 print 就是换行，好，强制它换行，放在这里执行，哎，有没有？第二列就 OK 了。那当然了，如果你要第三列，那岂不是再复制一个？ 贴到底下，那这个感觉好像就没有真的用回圈来完成事情了，只有用一半回圈了。所以呢，哈，如果你要让什么回圈底下还要回圈，那变成要两层的回圈，那难度当然相对比较高了。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哦，先把那个第一阶段部分先完成。OK， 好，试一下哈。